遮住了。刚刚地球是两个史莱姆哎、欸，史莱姆沙漏的感觉。抓呀 ，Ging！ 啊，去哪里啊？高音呐、啊！不对啊，我觉得放哪里好像都会挡到东西。不能。对残血的对象造成彗星一击，哇！我血没有补比较多的感觉，哼，用咒文应该也要比较厉害啊。逃个屁哦！我还真不懂定神它的发动到底是为什么。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它可以延续到下个回合。敢玩错了，妈呀！哎呦，亮亮的哦，海边那边也亮亮的。看到这螃蟹又想到玩创世小玩家的时候可以砍这个螃蟹会掉蟹肉可吃干。好屁呀、啊！螃蟹好吃啊！不过我不太知道定神可以几个回合、欸。你不会定神都是红色？不，专心画着画，然后画画，好可爱哦。定神还没结束，会延续这么久吗？拖起来好吗？嗯，只要有工具的话，应该就还好吧。
那个大锤子我就觉得还可以。啊，砍错只算了。我们吃螃蟹都只有一双手，最好是啦。你买个锤子是要多少钱？哎、欸，我定神状态已经没了。玩这游戏太高追了吧？还好吧，有一些螃蟹好像也是蛮便宜的啊。螃蟹好像不一定都很贵吧，要看是什么螃蟹的样子。哎呀，为什么勇者斗恶龙不能钓鱼呢？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钓鱼了。最近玩的游戏都不能钓鱼，我以为钓鱼已经是个趋势了呢。咦，启程池塘，我是不晓得有没有那么了不起啦。不过从这里往东走是有一间古老池塘，没错。既然会想去那种地方，小哥你的兴趣还真特别啊。被你讲的兴趣特别，我总觉得怪怪的。可惜系列，哇 ，P5 也有钓鱼啊 ，FF15 也有钓鱼啊 ，E8 也有钓鱼啊，人中之龙也可以钓鱼啊，对，这么多游戏都可以钓鱼。先去那边过一晚好了。PK 啦！我不吃虾。看，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创的最强咒文名字。定神效果就在这个时候没了。螃蟹面包是什么东西啊？看 miss， 这你也能 miss？ 他们都在逃避啊！不能跳才是笨 game。只是不能钓鱼，就少了一个，你知道，娱乐性而已。就是哦，做成螃蟹形状的面包 ，OK。锻造。レベルアップ。噔噔噔，上下敲打。哎呦，只有这两个。灵盾，羽毛帽，骑士团团服。林凯，魅力到底能干嘛？攻击魔力，
盾格挡率，哎呦，做一下好了，四。敲到刚刚好那边，可是这不是我控制的。哎呦，有了有了。或许我跟贝利没有关系啦。贝利越高，看台的越多。你这是在说我们阿婆铁蛋的魅力不够吗？灵盾加三，加三，兽皮才这么少。比林肯有用多了，干嘛现在呛我们林肯呢、啊？哎呀哎呀，这怎么敲这么多啊？干，超过了啦，不，都敲坏啦、啊！左边坏了、啊，我来试试看重铸好了。要四个啊，好贵哦，先不要好了，就这样吧。幸运强棒，以神奇锻造制造出加三装备品质人所得的称号。啊，话说我这次活动的贝尔已经那要什么？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哦，已经毕业了，加五了。哎，加三已经最高级哦。毛毛给你好了，哪有？哎、欸，你知道我抽了多少颗吗？我抽了他妈的6000颗哎、欸，虽然都是无常的，我抽了6000颗哎、欸，我抽了15次哎、欸，保底也才到，保底是1470，我抽了15次。隔壁我也抽了一次啊，所以一次一边抽14，一边抽1。什么欧气？我花了6000颗，抽了15次，好不好？巨刃，可是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最多买9个，干。先放在道具袋好了。快木棒是不是可以全部卖掉？可是也才2个，没什么用。先放着。按错了。好。哎呦，吃什么？看起来很好吃哎。椅子上的废物很强烈，你在说我吗？椅子上面的废物，我知道你在说衣服，只是听起来很像。好，晚安。我要休息。好，咱们的彼此目的都达成了。早上，啊，想去上个厕所。噔噔噔噔噔噔。话说我的马儿，话说我的同步塔基不跟我出现在一起啊，这样的话一起骑马看起来比较好看啊。神秘的尖端，我来看一下什么东西。哎呀！其实不知道可不可以不下马就。所以我说这是什么啊？
所以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啊？通视频。那个窗把它打下来，怀疑这里也有东西。我说了，哎，他为什么上不去？瞧不起我们骑马的人哦。干，不会什么都没有吧？我还掉下来。不会吧，什么都没有，骗我。这跟剧本不一样啊。导演是不是忘记放了什么东西啊？马，马不能过来。怪鸟，哎，打你了。这应该是没有被发现吧？该被发现了，找到你的该死的恶魔之子！可恶，竟然追到这里来了！我偏偏遇到他。半熊有十日功啊！阿玛的屁屁，他妈捅马屁！趁现在将恶魔之子捉起来！阿婆脸蛋，抓住我！一起骑马热。我在石头，拿出爷爷给你那颗石头。哇，好亮、哦！休想逃走，快来摘获恶魔之子！德雷格将军，敢都能啊！跑起来，阿婆脸蛋！什么东西掉了？哇！斗篷哦，阿婆铁蛋。
我不会让你溜掉的，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逮到你。盲狙都中，也不是盲狙吧。呼，好像总算是得救了。来到第一个地，其他的大地。不过这里是哪里？干！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哎、欸。我的红豆馅儿掉到地板上了。虽然被冠上污名，仍成功摆脱葛雷格将军追击的勇者所得的称号。收集称号见习生。哪里都有旅行商人。Hello， 神父。人称永远毫无动静的食堂里，竟然有人跑出来，吓我一跳。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就让我来帮帮忙吧。应该已经超过三秒了。没卖铜剑，420，我还是花不下去啊。存下来，等到下一个回力镖再说话。我在说 DQ 以前就长这样吗？我怎么觉得地图啊，然后什么都长得一模一样啊？莱姆感觉就很容易掉宝箱哎、欸。就觉得有点饿。高手半夜的时候觉得能吃的比晚餐还要多。大概晚餐就对我来说是中餐，半夜这个算是晚餐吧。谁？卡缪不能改名，不行。加楼罗，因为我没有玩过 DQ 任何一个游戏啊，我只玩过创世小玩家跟那个跟这个 DQ 十一而已啊。去史莱姆也敢动两次，哎呀！但是家伙吓得不知所措，不是他也追我的吗？靠腰，要不然都全部改成淡水名产、啊，什么营养三明治啦，还有什么？
昨天还煮面自己吃而已。取个卤蛋三小，就是卤蛋、茶叶蛋，什么蛋是不是？全部都是蛋。五批，看一下，六、九。这都要八，吃不胖才不是浪费食物好不好？而且我哪有吃不胖啊？就是因为我总食量比你们低太多了。我就是个喝个汤吃个面包就饱的人。我只是没有让自己胖过而已。突然发现自己脸上粘着菜渣，我脸上应该没有粘活动线吧？我一餐吃多少？你是说钱还是多少量？西餐而言，真的就是一个面包一碗汤我就饱啦。其他吃太多就会太胀，不舒服。你想减肥？减肥第一个要点就是你要睡饱。说没睡饱的人很容易胖。Darkness QQ 一一一二，谢谢追随。好高级哦！火焰之礼，荒野食堂。什么阿拉丁神灯啊？就是尽量不要睡少于六个小时吧，要不然睡少于六个小时应该是很容易胖的，而且对身体也不好。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帅哥？傻小，尾巴太快了。这里水是温泉吧？可以回血吗？不行啊，睡太少会胖。对胃也不好吧？不过 我比较特别，我要睡超久的。我不睡个十几个小时，我真的是不舒服。干，不要再想冷笑话了。八到十个小时应该是最理想的吧。还泡温泉了吧？嘎，为什么不能下去？让我下去泡温泉。突
然袭击而来，不是我攻击他们吗？有没有高潮啊？哇，那我太痛了吧！哎呦，讨伐怪物达300只，赞！这是什么？好不容易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却什么都没发现，是否让你感觉沮丧？你累了吗？累的时候，请务必造访火焰之里的温泉，消除疲劳的圣地就在这火焰之里。好啊，我就知道。摸摸，干我手不能摸摸。千本鸟居，我知道，我在这有没有帕夫帕夫店？我在人网也看过千本鸟居啊，虽然没有真的千本啊，真是够了，总算抵达有人的地方啊！似乎没有看到这边人影，接下来怎么办呢？小哥，你要不要来一下帕夫帕夫店啊？哦，两位小哥看来是女人没错。哎呀，你们真是来对时候啦。我不久之前才在村里后面那边开了一家蒸汽浴店。现在前100位客人将可以免费入浴哦，不利用这个好机会就亏大啦。哎，很抱歉，我们没空洗什么澡，要招揽客人的话就找其他人吧。不行哟，客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好好洗澡，不然会被当可疑人物哦。好、啊，臭，的确是有点味道也说不定。接下来也不晓得哪里会有澡堂，还是趁能洗的时候先洗一洗好了。我说啊，破铁蛋，难得有这机会，就趁现在洗个澡。Clever，L， 谢谢追随，我先过去喽，一起来变成茶叶蛋吧。好的，一位客人入场，来来，往这边走、啊、小心脚边哦。Apple 送你可以吃的肥皂，怎么一回事啊？女人还真是稀罕啊，这里是火焰之里与火山共生的村里。和你一块的蓝发小哥往蒸汽浴的方向去哦，就在道具店附近的阶梯上面。OK， 我家孩子迷路半天，后来被这位卫兵找回来，总之幸好平安无事。我是为了传播神的教诲而来到村里，但这里那个名为温泉的东西实在太舒服了，让我差一点就忘了原本的目的，那么不然肥婆的配音要是怎么样？我没有每一个肥婆都同一个音啊。小姐没有刘海啊，这怎么长得那么像辛巴啊？我的那个配音是不一定，我是随心所欲的，有时候同一个人搞不好还是不同音的。看怎么又是布衣啊？
什么保险啊？银行哦，欢迎来到爱与信用的金币银行。目前阿婆铁蛋先生在北航没有存款，好哦。干，我不然。这样死掉就比较不会撩钱，是不是？这里怎么有罐子给我摔啊？我受不了啦！有没有罐子啊？我要摔罐子！然后待客的声音我也没有让它很低沉啊。狮子吼不是那个狮子吼啊！打造铠甲入门。青铜铠甲的配方，请问这是什么？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上面是眼睛，中间鼻子，下面这是翘胡子还是牙齿，我就不得而知了。进到里面来啦！又是卖三样东西。哎呀，小猫咪！等一下再上去。这一带的地面下有火之野翼火山加热的大量滚烫热水。听说那个黑黑大大像大炮一样的东西是用来排出蒸汽的，它非常热，所以不可以摸哦。好，谢谢。热乎乎的石头，哎，这看起来好美哦。看起来太美了吧！我可以坐在这里看一整天。小妹妹，煮鸡蛋，温泉蛋，在热腾腾鸡蛋上画火焰之力的印记，就成了热情如火的结姻缘蛋，可以作为旅人的伴手礼哦。好，谢谢。烈酒大人是治理这座村里的巫女，而他的儿子薄魔大人只是一位本事高超的剑士。他是不是戴着墨镜啊？薄魔大人牺牲自己的性命打倒威胁这座村里的食人火龙，我们真是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我要看巫女长什么样子。这里只大不假钱，他经常受到食人火龙的威胁，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他吞下肚。我在这村里北方的大火山，就是食人火龙过去侵袭的火之野翼火山，因为很危险，所以通往火山的山门人封闭着。我好累哦。锻造是我们火焰之力最引以为傲的哦。从这个阶梯上去有做锻造场，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工作。所以我说那个巫女呢，我对眼镜没什么兴趣。哎呀，都是鸟山明啊。那你干嘛？给我罐子！偷人家100元 ，OK？ 嘿，锻造工匠铁技。梦的开始，我是锻造工匠一体，48岁，喜欢吃的东西竹夹鱼碎肉拼盘，搞屁事哦！
今天在村里的渔场捡到不得了的东西，乍看之下是没什么特别的钱币，但这精巧的星星工艺可不是简单的功夫。我身上的锻造工匠精神豁然一振，实在觉得坐立难安。一问之下，钱币似乎叫小徽章。我决定离开那生育我的故乡，出外旅行，学习这种小徽章的制作方式。啊，不要阻止我，孩子的吗？等我成为世界第一的锻造工匠，会再返回村里的。我看你是回不来了。成熟欲绝 OL 教师的眼镜，你就很讨厌。基本上你说的那些我都没什么意见，但是加上眼镜我就真的蛮讨厌。我也不喜欢眼镜，我真的不喜欢眼镜。我是说二次元，真人戴眼镜我是倒没什么感觉。哎呀，我踩在人家的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为了寻找新的武器进货处而来到这座村里，结果发现这里的铁瓶子实在很不错。你也是旅行的人吗？是的话，推荐你买这里的武器，参考一下不会吃亏的。他戴眼镜，单边眼镜，为什么要搞得他好像？他很像可疑的人呢。好了，逛完了，我要上去了。好重哦！啊，小女孩，喂，对淑女要温柔点啊，粗暴的男人不会受女生欢迎哦。啊，啰里啰嗦，真的吵死了！我现在很忙啦，没空陪小鬼。什么嘛，我只是想跟老板说个话而已啊，说不定知道跟我走散的妹妹在哪里呀、啊？这里不是小鬼该来的地方啊！要协寻失踪儿童的话，村里路口有值班室，你去那里问问看吧。哼，知道了啦。本来还想说老板应该能够明白，但有这样死脑筋的人在，就没办法了吧。是哦，咦，你是可以请教你的名字吗？不行，不好意思，方子。靠腰，看我应该每次都要按下佛。哦，是叫阿婆点赞啊，原来如此。虽然想和你再聊一下，但我现在比较担心我失踪的妹妹，先在村里中找到她再说了。想不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你，所谓命运真难预料呢。哪位啊？真是的，明明是个小孩，却一个人跑在酒馆，这些小孩子也太早熟了吧。奥托怀小哥也是来旅行的吗？建议你去洗洗蒸汽浴哦。好，待会儿。诶，好，要走进去。请问这里是阳春酒家吗？这是急性子。我们店晚上才开，等到天黑后再过来吧。刚才好像有一个小女孩一个人跑来这，据说她正在寻找妹妹，是发生手术呢，真叫人担心。哎，罐子。傻细抠，这也太耀眼了吧。真是个没出息的爸爸。等等，我先摔个罐子。
两颗金矿石。哎呀，好，我想制作加一以上的金指环，当做我儿子的结婚祝贺礼，所以我准备制作材料金矿石。可是我只是想了又想，我这个老粗塔姐这样，就算要做，要动手做，也做不出指环这种漂亮的东西啊！指环嘞，就戒指没。指环，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翻译不全的？你说什么？你会使用那个传闻中的神奇锻造吗？我听说神奇锻造连视频也制作得出来。我说你可以帮忙制作出加一的金指环吗？可以，可以。愿意吗？我旁边的宝箱里面放金矿石，你就拿去吧，我已经拿去了。然后神奇的锻造也要所要的金指环配方也给你。啊！菩提丹阅读了黄金指环入门。好，就算没有加一以上，如果有重组宝珠，好像不用材料也可以重新打造。准备好加一以上的金石环，就请不要装备，拿来给我吧。为了我儿子，就拜托你了，为我准备一枚最完美的加一以上的金石环吧。好吧。还叫我请不要装备，笑死。九大人，可恶的坏火龙，我要打倒你！哇，我是火龙，要把大家偷偷都吃掉。啊，是不是公的、啊？我要绑着马尾，我不太知道哎、欸。哦，这看起来应该是公的。这个一定是母的。公主的指环怎么了吗？所以我说那个巫女在这吗？但看起来就不是啊，这么寒酸的地方。发现这个里头。偷线，谢谢追随。樱花头毛原来是大紫哦。迷夜酒和薄膜的冒险的图画书。迷夜酒和薄膜治理着火焰之力，他们两人是母子，身手相当的强，就连怪物看到他们也会逃走。怪物看到我也会逃走啊！他们两个人治理着火焰之力，并驱除从外面来的怪物，保护村里的民众安全。这两个人有个宿命的对手，就是从很久以前就在火之野翼火山族巢并攻击火焰之力的食人火龙。也太多火了吧！有一天，经过历时许久的打斗之后，他们两个人打败了食人火龙。可是薄膜却在那时丧命于火龙的利牙下。虽然薄膜就此成了不归之人，但他的名字至今仍流传在火焰之礼中。太感动了，这个故事。嗨，哎，依然，哦，抱歉啊，依然。有时也要去珍奇金玉的店吗？那是在上了这个楼梯后，直走的建筑物里哦。好好。嗯？我以为是可以爬的，可恶。为什么大家都是超级赛亚人的头发？回旋镖还是没有独额短刀。
才自己制造了青铜大建筑，青铜建筑。灵盾，我自己就造了一个。盾格挡率加6。是不是自己做的会比较强？好像是哎、欸。锁子甲。晚点再看。可是有毒的哦，舔，然后自己就暴毙了，干。在干嘛？刚刚有个蓝头发帅哥进入这区域的店里，啊，让人忍不住站起来。看他的穿着，应该不是这座村里的人，只希望至少能知道他就是我名字。好花痴，切。本来想和女朋友去真居域约会，却一个怪小子被泼冷水了。你有事吗？真居域在最前面，要洗就快去，别一直盯着我看。没人在盯着你看啊。怎么这里的猫都长这样？没有罐子。懂了。刚刚那个难不成是传闻中的幽灵或鬼怪之类的？丽达，你打算去洗这里真区吗？我为了你好，去你还是不要吧。干嘛？我们迪尔卡达的贵族都对这间真区浴场的美容效果相当好评啊！啊，虽然这有点穷酸的房子让人介意，却来体验看看。我丢，我再丢，美肌草。我们村里入口见过对吧？你的同伴不久前刚进去真区域了，是否要在这里跟一号去洗真区域？等一下，哎，这样啊，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请一定要再过来哦。就是那个奇怪的木雕啊！欢迎光临，蓝色门帘是女性，是男生浴池，红色门帘是女性浴池哦。旅行应该会累积不少疲劳吧？至少在前往下一个市镇之前，在这里尽量放松吧。哎，走不进去。哇，这位小哥，那边可是女性浴池耶，请快点退回来。干！啊，洗啦洗啦，干！阿婆铁蛋换上洗真区域的服装，看我怎么觉得我是来修行的、啊。我其实是来练武的吧？哟，你真慢啊！阿婆铁蛋，这里真区域挺不赖的哦。不用水洗吗？你们原来是桑拿、啊。客人好像只有我们而已，难得遇到这种包场状态，就让我们在这里喘口气吧。不过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真兵追到这里，或许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倒是你，原来在村里稍微逛了一下，有发现什么吗、啊？没有。那什么表情啊？八成有事情隐瞒我，对吧？好了，快说出来。你说见到一个妹妹。在找妹妹女孩子哦，那个孩子我有遇到啊，竟然去酒馆探听消息，也太早熟了吧？还好吧？问情报不是先去酒馆就对了吗？穿着衣服，什么啊？